嗨，大家好，我是爱他爸。刚刚我们看了这个猴子哦，齐天大圣的 MV， 是不是很有心动的感觉呢？没有错、哦，在国外的 YT 主播已经事先的不知道他从哪里搞到这个视频，然后这支影片、哦、然后他已经在他的频道发布了，连我们这一种有时候会跟官方合作的都没有拿到。那因此呢，我就看到之后，我把它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是不是就预示说猴子快要出来了？因为我在 YT 底下的留言区有人在做相关的询问哦。毕竟呢，大家觉得猴子可能是限定召唤池，也就是250抽的。那么我跟大家讲哦，大家的猜测应该是没有错。我目前得到的可靠消息也是猴子应该是250抽的限定池，可是呢，它出来的时间有可能是在月底。哦，它基本上会跟我们下一就是12月大约29号的就是领主召唤池一起出现。那领主召唤池呢，在12月29号左右出现的那一个池也是非常的棒，待会会跟大家一起介绍。所以我觉得如果假设大家没有太大现在的角色没有太大的需求的话，其实可以开始存这一个稀有召唤水晶哦，在月底的时候来抽这只猴子。我觉得猴子不管怎么讲啦，都值得抽啦。上次我有介绍他的技能哦，也不算错，也不算差，他有好像有分身的一个能力哦，哦是真的蛮特别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讲一下、哦、这个 YT 频道，我会把国外的这个 YouTuber 的频道内容哦，就放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把他作品的连结也放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有空的话呢，可以多多去支持他。这个礼拜的领主召唤、哦、就是我们的托罗多这个词哦。我之前有拍过影片，稍微有跟大家讲，大家要相信我，千万不要先抽哦，千万先不要先抽，要把这个水晶留下来，等到12月份有更好的卡池会出现。那第一个要出来的就是我们主教跟乌瑞丁这两只英雄呢，其实我都有。接下来的一个介绍呢，我可能会在明天跟大家再来做更详细的介绍。因此呢，我只要告诉大家，这两只都算是值得抽。乌瑞丁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差，我自己在使用上面呢，也觉得它蛮好用的。不过呢，因为它的技能我自己没把它点满，所以呢，我也不敢太早的下结论。我觉得它应该跟另外一个诅咒类的马葛达应该是差不多哦，两个人不会差太多的一个实力。那么，这个主教呢就真的是一定要抽。那因为12月还有另外一个词哦，可能会更好。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也是这个主播提前放出来的一个讯息哦。好，依这个主播来讲的话，12月29号会出阿尔黛亚跟椅子女王。那这一个词的话其实是非常棒的，它有两只的三个 S 的英雄。照理说我们应该都把我们的水晶留在抽这个词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呢，可能大家还是有选择困难症，待会呢我跟大家仔细分析。好，那么所以呢大家看一下、哦、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说，你到底是要抽主教池还是要抽这一池，取决于以下几点，你们判断一下。第一种情况就是召唤水晶不够多，那你就放弃主教，直接再做相关的积累，存到抽29号月底的这个池。第二种情况的话，是你有主教，但是呢你在29号这个池里面你有缺其中一只的话，那么你可能会考虑，我到底是要主教觉醒还是要抽后面这个池。以我个人的经验，我目前主教也觉醒一了的一个个人经验，我会告诉你，先求所有的角色都有再求觉醒。尤其呢女王在 PK 场上打群体跟打单体都有非常亮眼的成绩。那么与你主教已经有了，但是你女王没有，
那你主教觉醒一所带来的效益绝对不会大于主教加女王、哦、女王加主教绝对远远大于主教觉醒一的一个能力，女王的这个技能在 PK 场上实在是太逆天了。那么也有可能说，哎，我主教有，女王有，就是阿尔代亚没有的话，那怎么办？我还是会建议大家抽29号的这个词，毕竟呢，主教那边还有一个乌瑞丁，这只老实来讲根本没有觉醒的价值。可是呢，阿尔代亚你没有，你有可能抽中它。就算你没有抽中它，如果你抽中女王，都可以让女王有觉醒的机会，这个会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哦。那接下来的另外一种情况是，三只你都有了。那该觉醒哪一个词？老实说，我个人会比较倾向于主教。可是呢，主教这一次搭配的是乌瑞丁，所以呢，我会怕怕的，我会怕抽到乌瑞丁，所以呢，我会更愿意就是投入到后面这个词，也就是阿尔代亚加女王这个词。毕竟它有两只英雄的这个抽奖的一个几率提高，而这两只都是三个 S 的，对我们来讲中的几率比较大。因此呢，以上几种情况都已经仔细跟大家做一个分析了。那也希望呢，给一些选择上面可能会比较有困难的朋友多一点参考哦。这个是我个人玩起来的一个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哦。接下来呢，就是12月27号，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椅子女王跟阿尔代亚会出的灵骨召唤的那一个礼拜，应该是礼拜五。会出这个猴哥哦，这个是他得到的一个讯息，跟我目前得到的讯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他这个消息是正确的。然后你看他今天写 limit， 就是限定的，所以就变成月底的那一个词哦，你要抽的英雄很多，那么有可能呢，我们自己在存这个稀有召唤水晶，还有抽这个远古的一个召唤水晶不够多的一个情况下。怎么办？所以说为什么刚刚会建议说还是等到椅子女再抽，在你这个远古召唤水晶不够，最主要就是在圣诞节这个前后几天，他会做一个双弱庆典。那么这个庆典呢，之前游戏公司已经有把消息公布出来，我有解释给大家听，在他的这个庆典中呢，你可以拿到大量的这个稀有召唤水晶，还有一些道具啊，还有一些觉醒石啊，所以就变得你可以利用他的这个活动来存水晶。那当然啦，如果你是大氪长们哦，或者是有氪金的玩家，你就不用那么累，你就可以那时候买礼包就好哦。那所以我们现在首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存250颗稀有召唤水晶，其他的都不要想。因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下周哦，就是领主出现，就是普雷特斯这只教主出现的这个词的时候，他的周五我们会出这个塔路拉跟傲慢词，也就是说蝴蝶跟傲慢。老实说，这两只也是真的很好的英雄，不过你有素人了，可能塔路拉就可以不用急着抽出来，那傲慢呢，可能你以前都有抽到了，就不需要急着去给他觉醒，还是把这个抽奖的东西，这些水晶都留下来，等到抽猴子做一个使用。那如果假设你觉得你一定可以凑足250颗的稀有召唤水晶的话，那么我也会建议哦，你在下下周，也就是说在这个领主池、普雷特斯跟椅子女王中间还有一个礼拜，也大约就是圣诞节的左右，24号、23号，在双落庆典的活动中，有跟大家介绍那只莱拉的英雄。然后这只英雄呢，不是可以自选一个 up 的一个角色吗？去跟他做一个抽取。我觉得这个词是不是会比傲慢跟蝴蝶那个词来得香？好，如果假设你已经确保你一定能抽到250抽的话，那你就是把这个多余的稀有召唤水晶可以留在这个池去做一个抽取的动作，我个人会觉得是比较不错的。好，所以呢，十二月整个稀有召唤水晶跟远古召唤水晶的一个规划都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我们再总结一下，稀有召唤水晶呢，主要就是等到猴子出来的时候
再来抽，其他前面的词都可以跳过跟放过。但是呢，我个人还是会可能需要刻一点点金，我也会去刻金，就是在那个莱拉的那个词的一个自选 up， 我可能会去挑我其他差一只就可以觉醒三的英雄，然后这只英雄是非常重要的，我就会给它放上去去做一个 pick up 的一个动作。好，那么接下来再去抽猴子。那么在远古的召唤水晶领主方面的话，主要还是以我刚刚讲的那几种方式你个人去做一个判断。好，那么唯一要抽主教这个词就只有一种情况，我刚刚好像忘记讲了，就是你主教没有但是椅子跟阿尔代亚你都有的情况下，你当然就是先去抽主教。哦，就是这样情况，不然的话主教那个词应该可以狠心的先暂停。那这个以上呢是针对无氪跟维氪的玩家，氪金大佬呢你们就想要抽就抽，没有这么多的一个顾忌，好不好？那么今天呢就简单跟大家这样子讲，希望呢对大家有所帮助。我是爱德爸，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